依家咧就係呢個3月13日嘅 PC 賽嘅決賽。咁我哋今日咧嘅人咧就有呢一個燒巴對呢一個阿 Ling 啊。咁阿 Ling 嗰隊咧，哇！我又見到有叉子熊啦，有耿鬼啦，又有草妖精喎，仲有代獸 Action 同埋呢個古拉頓啊。係啊，毒劍。咁啊。咁就唔似呢一個平時阿 Ling 玩開嗰隊啊，好 standard 嘅隊伍啦。咁平時佢識咗佢咁耐，都係玩到比較 standard 嘅嘢啦。今日有一股反常啊，破格嘅變身啊，出咗好特別嘅嘢，出咗好多好特別嘅嘢，出咗好多凡交嘅嘢。冇錯啦。但跟住又收翻代上同 X 神。我哋咁我睇翻燒巴嗰嚿嘢。咦？唔見咗嘅。燒巴食咗我哋嚿嘢啊！而家呢度。算啦，先啦。好啦。咁燒巴嗰樣大家都知啊，所以我就再重複啦。我想睇喎。知道他因為 Esmon 撕爛的 Esmon 不嬲熟 Esmon 我最多買那張咩 Esmon 表示今天是先人阿 Ling 那邊一來就來一個月亮球的等鬼和這個哇閃的草妖精是啊，夢球草妖精啊，閃的都是其實我不閃靚一點阿 Ling 可能就說他其實為了準備這個呢兩隻閃光準備咗好耐先，同埋今日先攞出場啫。其實呢一隊咧練咗佢十幾十年啦，已經係啦，一定由上年開始練起嘅啦。因為閂唔到閃。燒巴又西一西喎，我哋面啦。燒巴就一個西面咧，咁佢就原之進化咗啦。原之進化，燒巴。毒姬，毒姬燒小姐。毒姬唔係咁解啊！唔係咩？嘅心跳啊！毒姬佢唔係心心，係毒姬咯。心跳啊！不過即係心動啊！咁燒巴毒姬咯。燒巴毒姬毒姬咯。係啊！燒巴毒姬毒姬咯。但係燒巴從來都係對女仔係唔會有任何嘅手軟嘅情況出現。佢會好中意玩邊啊！一輸咧，佢就會屌對面條女啊！屌你！攞條邊發啊！係啊！發佢。嗰啲花油。今天我俾佢件衫發仲好痛我覺得。唔係你俾煩，佢同你玩 MM 啊 ，Assassin， 佢同你玩新領門啊。唔係我企喺佢後面，然後揦嘢。你企喺後面，中伏新領門啊！中伏了，係啦，古拉都係保護咗。嗱，白色耿鬼會做啲乜嘢咧？哇！扮喊啊！一個扮喊。咁睇又諗住圍死只女雲啊！因為扮下啫嘛。扮下啫，冇所謂。然後雷雲一個挑撥啦，跟住咧草妖精嘅一個防挑撥啊。啊，一個 shadow ball 咁撞個雷雲，咁當然啦，雷雲嘅都係一血大。其實我呢個時候我啲想吐槽咁，通常依家嘅雷雲都係啲比較低耐久啊，其實可能唔需要假曲都可以用影之球打佢啊。其實呢一槍順風都唔錯，我覺得。係啊，所以我覺得草妖精呢個回合係有啲白費功夫喺度冇做過嘢咁。不過佢仲要俾人挑撥埋，其實就冇咗條挑撥筋咯。係啦，冇辦法啦，咁都。咁啊，睇下呢一槍。咁其實燒小姐某程度上都算係讀中咗燒巴呢一邊嘅古拉都係。選擇係真係保護啦，都啱，因為如果加假曲個影子球，應該可以秒殺好多人咯。仲有卡頓都可以做唔錯。燒巴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一個比較保守嘅玩家派。咁對於保守打呢個陣容，其實都幾麻煩。係啊，其實都。你話呢個陣容真係任何時候都用得出嚟，任何時候都攞出嚟。冇錯。扮喊啊！然後轉身嚟一個 encore， 係啊，嗰邊俾 encore 保護啦 ，encore 就不斷保護啦。然後裏邊話一個電磁波打咗落去呢個更軌道，呢個玩得非常之好啊！我覺得我從來都唔敢喺只風妖精面前保護啊嘛，我驚俾佢 encore 啊！咁燒小姐嘅緊軌啊，呢聽俾人麻痹咗啦。咁睇下燒巴會做出啲咩嘅選擇咯？佢可以選擇瘋狂保護咯。係瘋狂保護，係啊，瘋狂保護，瘋狂保護咗瘋狂保護啦。option 一係瘋狂保護咯，二係都係瘋狂保護，第三係撳落保護個掣度咯。好，聽到都好吸引啊！呢幾招都係咪有得揀啊？有新有良噶嘛，你有選擇噶嘛 ？OK OK 嘅。我哋唔知啊，我哋唔係689嚟噶嘛，有得揀我哋有保護揀啊。啲料佢嗰啲。好啦，咁燒巴聽咗我嘅建議咧，就選擇咗保護啦。啊，一定係啦。嗱，絕對冇提水啊！絕對冇啲咁嘅事。燒巴就選擇咗雙麻痹對面控制一下速度啦。咁既然對面唔順風，咁梗係咁做啦。係啊。一嘢解決埋，剩翻一定缺嘅兩點喎。係啦，咁唔知只草妖會做啲咩咧？啱啱草妖做咗啲乜嘢？做咗啲咩啊？好似 Anko 啊。係咩？OK 啦，唔得。
成粒泡泳雨水嚟啦。系啦，诶、欸，咁就好危险啊！只棉只棉花。系啊，因为啊，雷电云的确做到 MVP 啊，今日烧花嘅。真系唔做乜。做咩咧？都搞咁。真系试佢，好认真嘅烧花我哋。做招试一试。父亲系好认真嘅一个生物嚟。今晚已經沒有道具的幫助，風雨精都挺麻煩的。是啊，不是他本身的道具對著這兩者都沒什麼用。是啊，不是，就是他本身的道具都是 有可能是一血根的嘛。會不會會不會小小姐感受被人傷麻痹呢？傷麻痹傷麻痹、啊、我怕我被人黑面眼，都是不要說了。是啊，報榮陽選擇了 Mega 的了，不知道報榮陽這一turn會怎樣呢。啊，古拉多保護了成功。是啊，是啊，三年是不是？好像二年而已。是啊，啊风耀正过去听我讲的顺风啦。是麻痹住顺风，其实都没用。其实没什么用的，你听到。安啦、啊。哇。去风耀正到啊，咁棉花再见。冇啊，冇保护啊。咁咪真系会成功攻击到？可能治咗咧。冇永远咧。治。系。你明知自己口臭就唔好讲出声嘛。我不嬲唔系出名乌鸦嘴噶，但系。出名乌鸦嘴。傻嘅。我出名运气好噶嘛，结冰噶嘛，系受过我嘅荼毒有呢个台湾嘅健仔啦，呢、這个你隔篱嘅烧巴啦，讲起呢啲、這個、我就谂翻起之前新加坡嗰啲场 ，Meta 之父兼艇，好刺激噶，知唔知真系？疯狂被结冰嘅，因为话讲嗰时新加坡 Nation 决赛时，佢成日就都喺台下嗌 Face。真的很可憐啊，成件事。咁唔知燒巴呢邊會做出啲咩嘅選擇咧？咁只古拉多到底企喺度想點咧？可能干預完啦，咁啊，依家唯就盡力咁樣打輸出啦。係啦，咁睇下只古拉多想點喎，真係。完未啊 ？Anchor 成問。但係喺我如果如果依家我嘅角度睇，我就覺得其實阿 Ling 有啲操控失敗啊，咁啊啲干預其實做得唔係太好啊。咁樣 Anchor 亦都，但係啱啱湖入邊解除咗啦。其實我覺得第一 turn 其實佢白雪五班下其實應該有，係應該做翻啲嘢。不過其實佢可能覺得雷雲可能驚佢並可能係其他道具唔係一血齋。同埋其實阿 Ling 我覺得佢一個好白白嘅地方就係佢冇喺一個適當嘅時候換上佢嘅古拉多。係啊，其實你差唔多干擾完，就應該換翻只古拉多上嚟做攻擊嘅。尤其是嗱啲話，咁多招咧，咁唔知捱唔捱到呢招咧？果然捱到喎！係啦，而家其實近期越嚟越多嘅古拉多其實都開始係啦，係啦，佢嘅特防都調高嚟，為咗捱對面一下嘅 Earth Power 啦，就已經係啦。誒，緊貴都順利咁樣帶走只暴榮人啦。咁睇嚟佢個輸出上都搞到。係呢、這個斷崖戰之劍。啊，兩隻都命中嘅，一次咁秒殺曬兩隻。係啦，咁而家係2-1。對面係咩咧？兵已經焗我三隻啦。係啦，佢嘅仲有一隻神獸嘅位置。同埋大家啱啱有見到，其實阿兵佢嗰隻緊貴係兩雙攻保護啊，仲有一招係未出過。冇錯啦。而家阿 Ling 嗰邊就是用了呢個 X 嘅 ，X 咁啊，仲有機會我覺得。係啊 ，X 其實而家喺呢一個 Meta 上其實係一個好暴力嘅精靈，只要佢完 set 好長，其實就好暴力噶啦已經。係啊，尤其是對住對面咁多特工精靈咧，斷離開啊！驚阻住你。係啦，咁而家當然啦，燒巴喺呢一個情況之下會選擇做啲咩咧？哇 ，CT 型啊，好难讲。我唔讲嘢。出声嘅时候，系啦，动作，呢个史源波都系中啊。咁佢扣咗几多咧？哇，扣太多啦。萧小姐，强化又会多啊。唔系啊，有机会 miss 噶嘛，冇办法。咁其实你而家咁，其实最好系强化咯。强化对佢系最好嘅选择，其实。冇啦，依下。冇啦，已经。你搏嗰10% miss。吓，咁我一定搏啊，咁样一定输啊！如果我系烧巴咧，我上个身都唔会用磁波动，我都继续用分天雷。如果我系烧小姐，我一定个身就得化。嗱，分天雷打唔死咩？我宁愿搏佢 miss 佢啦，你后面咁样照佢都系输嘅嘛。冇负面效果啊嘛，系咪？烧巴果然系对女性毫不手软。你打唔赢？打唔赢。
係嘛？邊個有？係咯。你仲要俾機會佢？我覺得嗰張係咪跳舞啲啊？軍天雷再用魚翅波動啦，最快。嗰張係咪唔閃跳舞啲啊？我閃咗。係咩？我嗰度有閃，但係我閃咗下嘅。係咯。但係今晚扣太多跳舞擋唔住。啱啱扣四分三啊，跳舞擋唔住啊！我 miss 咗，但係軍天雷。喂，但係一跳完舞，軍天雷擋得住喎。有機會吧？係，其他打啊，啱啱打。我睇緊博，睇緊博跳舞啊！問點去用啲係二百零，都冇嘅，都冇嘅。第一張跳舞嘅話咧，我都覺得跳舞唔少得先。係啊，你博 miss 咗就係，如果你睇跳舞，反應都冇得救啦已經。咁當然作為觀眾嘅我哋，最中意食花生，梗係想，有第三場出現啦！加油啊你！加油啦！咁堅燒吧！打贏燒吧，打贏燒吧！哇！真係。嗱，我屋企喺燒吧嗰邊嘅。哇！燒巴你又收翻，因為我驚俾人打。毒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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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巴毒雞，毒雞毒雞。唔好再賣文啦你。毒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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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賣文有咩問題？傻。唉，呢個咁強力嘅面聲氣有咩氣？都執咗啦。毒雞毒雞。燒巴即刻飲一飲水去冷靜一下啦，已經。補充一下水分，系啦，惊流口水啊！啲点解唔饮水会流口水？阿烧包俾个好好嘅微笑俾我哋威生啦，梗系啦，威生肯定起晒鸡皮。我冇乜嘢，烧包笑到我冇乜嘢，要唔要用啊嘛？哇，好型喎！型啊！算啦，哇！你差啲崩，我头先好靓啊！对唔住，系我错。呢只有冇扮差字曲令我谂起摩尼哥贝嘅水果甜筒。我唔知喎，对唔住，好似唔系我个年代嘅嘢。你太后生啦，冇计。系 ，sorry， 对唔住。其实都唔系我年代嘅，应该90年，我嗰个岁数嘅。咁应该系烧包。烧包已经冇。烧包唔理我哋啦，依家就。摩尼哥贝咩嚟啊？识唔识啊？我都系听四时代，四时代都听嘅，冇玩，好多系冇玩，我真系。我都冇乜玩啊，冇提示。以前啲 online game 乜知佢玩，以前系咩？我只系咁货金啫。唔系，到我嗰个年代已经系一嚟就跑 online， 即系嗰啲咩一模一样嘅 online game， 其实都冇嘢玩。同一个系统，换咗晒皮肤就系。都食唔少玩家数嘅应该。系列系。一年其實我中意太陽咯，但係要搽防曬咯，對我嚟講都係會煮熟嚟嘅。係啊。Bye。See you next time。好啦，啱啱我哋嘅鬼佬選手走咗。係啊，鬼佬選手係一個拳擊手選手嚟嘅，係一個正式嘅拳擊手，其實好危險。一拳打埋。係啊。打落都面痛啊。好危險啊！我哋都。唉，呢個報名一下嘅高音，哇，急咗啊！燒巴絕對嘅運氣。燒巴有冇諗住俾我睇第三場嘅機會咧？睇嚟都冇噶啦。燒巴好似有賭開馬啊噃。真係㗎？啊！賭徒。係啊，賭徒燒巴。加油啊！你大人賭徒啊！賭性堅定。兩秒賭徒嚟。嚇！兩秒賭徒嚟。我唔係賭徒嚟，我先嚟。我都唔係。哇！等陣先，點解賭徒一定唔係先嚟？嗱，我哋冇講任何。但我哋完全冇任何歧視嘅食物，唔知啊，我哋唔知佢講咩，係啦。咁而家咧，其實好明顯係啦，好明顯係燒包嗰邊其實比較佔有優勢啦。咁燒小姐其實只可以換走或者補佢嚟作出一啲即係保留翻佢嘅神獸嘅機會啦。而家只可以，即係佢都而家咁樣都冇乜反抗能力啦。而家個轉變啲氣對於有啲嚟講非常之大嘅。其實果然雙元只是控制天氣上十分之好用啊！其實我覺得
蓋洛卡尼勁好多咯。其實我都覺得，不過蓋洛卡尼都，大家成日會諗住古拉頓嗰個打擊面好好，但係其實蓋洛卡尼打擊面都唔錯。冇錯，而且威力上同埋雙黑問題個屬性問題咧，好太好啦。即係你即使晴天下，你都可以打贏佢。冇錯，係咁冰光埋佢啊！雖然唔會結冰。哇！對面係選擇咗呢個紅色巨獸保護，而且著咗信封嘅。粉紅色蝙蝠用呢個信封。係啦，咁對面就使用了一下佢高音啦。咁哎，叉子蝠佢係唔死嘅。會唔會 miss？ 哎呀，躲中咗添。咁當然啦，史源波動係中咗嘅又。蕭巴，蕭巴嘅運氣果然係唔錯啊。但係個天氣依然係落緊雨喎，點算先？冇錯啦。半隻 X 上咯，跟住就半隻古拉多咯，再換翻天氣上。但嗰次上嚟會俾人撞。係、嗯、嗱，個殘好心。嗱，蕭小姐完全俾我讀中咗，冇辦法。但都係好心。係。一出啊！我會估蕭巴會讀到保護。如果隻古拉多有呢啲招咧，有啲嚇。係、啊、喎、啊。打到嗰隻報永遠嘅嘢咧，咁就唔錯啦。只暴龙员唔闪就走啦，系啦，咁就换上一只暴龙菇上场。哇，暴龙菇其实喺而家雨天之下，其实系一只十分之恐怖嘅恐怖的生物，冇错。再加埋呢一个盖洛卡，哇！哇，打唔赢啦。咁啊，如果想大家想睇翻啲精彩片段，就睇翻之前嘅一场 PC 赛，咁小月嗰场都系用呢个精灵菇加盖洛卡点打盖洛卡。屌打過佢對象，係啊，屌打過佢，冇對我啊，唔知啊，冇屌打。我一個藍分，哇，協救佢，協救佢，會唔會協咧？協救佢，哎呀，哎呀，打中咧，會唔會中啊？中曬啦，加油啊！哇，中咗 CT 啊，好殘忍啊，睇你啊，睇你，我哋冇第三場睇啦。邊 C？ 係咪啊？咩啊？圖啊？係咪啊？風妖啊？做咗咩啊？怪獸。哦，代手好啦，一隻有呢個師奶代手四二啊，點打搞嗰隻啊？點打啊？嗰隻難打。Action， 保護世界交俾你啊！係你啦 ，Action， 一隻屌死，一隻打死只，一隻屌死。誒、欸，大家記得檢舉 Hugo 呢個 channel 啦。冇啊冇啊，大家冇問題啊，咁 low 噶啦，有咩檢舉？我放心，我會記開十個 account 嚟檢舉。咁你仲係講？最後一次機會啊！咁條片冇機會上場陰功。咁慘。好多片啦，放我先。係咩？咁陰功啊！我其實冇辦法。遊戲王嗰啲我唔睇啊！講明先，遊戲王先。白金啊，白金啊，白金啊！我 miss 噶。兩個東打火。真的我講中了，我不是講中了嗱，其實我啱啱乜都冇講，因為其實我都其實都靠你噶啦，靠你兩隻身。係，對唔住，我語言家啊。你用你嘅語言。傻。但我企喺小白呢邊。你有冇試下講蘑菇拋子 miss 啊？冇噶咯，呢個冇可能嘅，除非對面光粉嚟嘅啫。但係都睇佢咁攰。光粉 mega 代手。係啊，光粉 mega 代手聽到有啲恐怖。咁如果係我，其實我呢一聽我會解決咗只暴露菇先啊。其實可以試下喎，你通咗光粉點解？喂，撞啦，死真撞埋死噶啦，撞鬼死佢啦！加油啊，代手！賺啫，啊急鎖！唔急鎖死啊！冇錯，唔通有第三場睇，好期待啊！咁啊，好難講。大順風完咗，我驚我俾人篩面，都係冇講。出咗隻恐怖嚟嘅。Speak 啊！今日嘅 MVP 啊，女士。Speak 啊！大家準備好太長點樣針對雷電雲未啊？準備好咗。超多雷電雲啊！六隻古拉多，六隻古拉多。唔係諗下點樣針雷電雲，針雷電雲嗰啲嘢。冇得針㗎啦。針嗰啲針雷電雲嘅嘢，反針啊真係。用翻雷雲咯，唔係即係加翻啲冰招啊嗰啲咯，地球啊，唔係下場應該好多雷雲地球咯，結佢冰，我覺得佢哋嘅預言係唔會成真嘅。贊成報説王，有種都用，用光粉冰衣好冇各位，用啊，唔係用金嚟得多，唔知跟住點用啊？系啦，而雷雲是使用保護的
咁睇下呢一turn会发生咩事啦。咁其实就即系用嚟打。咁 Ben X 都系一下嘅闪光就哇带唔走只古拉多啦。GG 是咪得？对唔住我哋，我哋太中倾偈啦。我是话点解冇自持到嘅？吓，因为佢保护咗咯。雷雷雷雷雷雷雷保护了雷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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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了十磅机是会拿到冠军，这个传说还是保持住有的咩？有啲咁嘅嘢嘅咩？唔知咧，好似我好似有喎。第一场 B 连输咗嘅，因为传说而转咗人用啊嘛。因为 B 连冇霸住冇十磅机啊。竟然系咁，肖巴使用呢个奸计嚟获取呢个 PC 冠军，系。大家識咗啦，咁今次3月1日嘅 PC 賽就暫時嚟呢度。3月1日咩？今日3月13日我講。係啊，你講3月1日。講咗好多嘢啊嘛，後面都同埋。好啦，拜拜。拜。Gary。